近日 LESSERAFIM 登上金唱片颁奖典礼，并成功拿下了新人奖。네인사드릴게요둘셋안녕하세요 LESSERAFIM 입니다。紧接着登上舞台进行演出，开了超级大麦，一连演唱了四首歌曲。这八分多钟的演出完全没有冷场，回过神才发现自己已经重播了超多次了呢。LESSERAFIM 真的每一场演出都带来惊喜，已经快等不及看到女孩们下次的回归啦。